老师，您相信我们能重新回到地面生活吗？车队他们怎么还没走？在末日中，人们总想寻找希望，但要真有希望的话，那还叫末日吗？我亚索的人说我写不好，就算有奉献点也没法治。听说旧世界的人以前是会组成家庭的，你到时候会和谁在一起？你看，是烈火！回来了！小老大摔倒了，把小老大扶起来。走开，谁要你扶？可我们已经没了他，不能再失去你了。姐姐，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去地面自由的生活，那才叫幸福了。从铠甲里出来的，竟然是个十七八岁的银发美女。他们都是伟大的先驱者。你这个疯子！勇士启程。海达，我愿为你而前行。我决定，城主之位将由马克继任。好的，父亲，今后我都会一直陪伴在您身边。一头畜生，竟敢抢上面的食物！别过来！教化光影之主的信徒，不宜是以惩戒，而应当给予净化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哪条法则能从一出生就否定我们，无论是圣明还是臣民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你们害死所有人。按照律法，灯塔不能拿整个猎荒者冒险去救一个人，就算城主也不例外。放心吧，等我回来。猎荒者，出发！